到底是不是一场梦？从来都是得我自己一个。入了这个铁闸，就好像坐监一样，分隔了我和他。每一天都在等，等到睡着。究竟我几时才可以再见到他？我们一起来过这里的，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。有时候我会想，他会不会回来这里找我呢？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我呢？如果是就好了。不过我们已经回不了头。